最近七位老公李承铉带着女儿 Lucky 李乐琪上亲子节目想想爸爸吧爸爸，本人让人十分期待，可惜节目却因一些技术原因延期。7月26日七位工作室晒出 Lucky 的九宫图，让一众姐姐粉阿姨粉先解解馋，三岁的 Lucky 简直就是七位的缩小版，母女俩笑起来几乎一模一样。 Lucky 虎灵精怪，表情丰富，这个怕怕的表情演绎的可谓相当到位。之前 Lucky 的一系列表情已经被网友做成了表情包，成为萌娃界新一代的表情包女王。皱起眉头，嘟起嘴巴，这个委屈的小表情实在是太可爱了。这个傲娇的表情让人好想戳戳她的小脸蛋，虽然只有三岁，但 Lucky 面对镜头相当大方自如，说起话来还头头是道。天生是吃这行饭的 Lucky 还是个小小的美妆博主，什么口红、假睫毛、粉饼如数家珍。被问到长大后最想做什么，他的回答是化妆品。这个灿烂纯真笑容让人心都化了，